电视台。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愿一切众生心常信要自行之事，与诸圣者同子共欢。愿一切众生听闻佛名，悉布汤捐，随其所闻，贤得目见。愿一切众生善分别之，诸佛正教，悉能守护护持佛的法者。愿一切众生常乐听闻一切佛法，受持读诵开示照料。愿一切众生信解佛教，入实功德，悉舍所有，恭敬供养。四位菩萨摩诃萨是声闻独觉种种车时善根回向，文六众生皆得成就清净第一智慧神通，精进修行无有懈怠，怀一些字力无为故。以上的这一段经文啊，是说我们闻着佛法，听闻佛法，佛法即是佛的法身，佛说一切的法都是一切法身的一部分。经上的这段文说，从佛的势力所生，从法，从佛的法所生啊。但是这个得对着那个信要求佛法的，要想求智慧的，对着这些人说的。如果不信佛法的，不信要的，闻着了，闻着佛法了，他没有生大欢喜心，他没有一个要想跟佛一样了生死正涅槃，那他这个就不能跟智横，不能行那个有智慧的行为，也不能跟圣者童子共欢。能与圣贤就是佛菩萨跟他们童子共欢乐者，必须得要信要信和要求。凡是闻到佛法的，不会说是不得利益的。不过你现在成就或者没成就，你闻着佛的名字，就这个闻的功德不会没有的，没有果报的。唐娟呢是虚堂上司，就好像做一件事啊，没什么回报就完了，那就汤捐，捐是捐弃的意思啊，荒唐捐弃的，就这样意思。说听了佛的名字，将来一定能够在你这个十天当中啊，它会生长的，它会发芽的。随其所闻，贤得目见。现在我们读诵大乘经典或者听的经典，只是听到啊，没有事实啊，但是你一定得到事实。目见呢是眼睛看见的，不是心里想象的啊。我们闻了佛名，
观想佛的功德，思想佛的所教授众生的事业。嗯，但是呢，在经上说得的福德，得的智慧，但是现在还没得到。但是随你所闻见的未来贤德目见呢，这个加个未来，将来一定能见得到的。愿些众生分别善分别啊，执诸佛的正教。这个里头啊，看见是一句话，清凉国师没做什么解释，但是对咱们来说呀，这非常重要的。咱们现在对什么是正教，什么是邪教，还闹不清楚啊。尽管我们学佛好多年了，读诵经典也不少，但是在事实面前，你就业障给你障的你分不清楚了，什么叫正教，什么叫邪教。假使你学大乘法，学华严经的，要有人跟你说二乘法，这都是邪，让你丧失大乘法的观念。如果说如来的能生如来的事业，像咱们所说的声闻独觉，独为什么叫独觉呢？无佛时候，就是佛前佛后，像咱们这时候，他自己开悟觉悟，这叫声闻独觉。但是他们一定能发心，一定能回向大乘的，那是不管经过多长时间嘛，经过百千万劫，他还是会发心的。说因此啊，听闻了佛法，能够辨别，就正知境界，什么是正教。所谓手持护持佛法的，是指着大乘教业。但是要守护佛法，你得认识啊，你连认识都不认识，你怎么能去守护呢？这个重点观点就是这认识问题，认识问题就是知见问题，知见问题正确的知见。对，比如说我们说要相信佛的信心，信心很有差别的，信什么？信自己的心，最了义、最究竟的，相信自己的心。相信自己的心，跟佛所成就的究竟的菩提国无二无别。咱们是本具的，佛是从本具又修成本具而加以修成，把那些个障碍尘呐、尘沙呀都把它虚掉。就像一面大镜子，它本来是能照人的，那经过时间久了没有打整它，那光芒没有了，你照不见了，你把那灰尘去掉，它恢复原来的了。咱们因为有些尘垢，有些尘垢啊，光明放不出来了，那你把尘垢都去了，那自然就现了，现了就认识到什么是佛法，守护的佛的正法。所以你先要能知道佛的什么是正教，什么是非佛教，你才能知道守护啊。为守护错了，把邪当正，正邪不分。愿一切众生
常要听闻。听闻的意思呢，先有听闻的善根，而后你那个受持读诵，而后才能行。闻要思，刚才我讲的都是思，思就是我们用我们佛教术语说吧，就是观。观，因为思维了观了，你就是这里头就因为是受持读诵，再经过别人的解说，善知识的开示解说，他的照料，这样呢，你对佛的正教、佛的正法，在你听闻当中，闻而能解，解当中就夹杂思维修，思维修就是观，经过你的观横，你看观横，你也得到深般若了，你才能照见你无蕴法都是空的，这样子。这就是能够读诵受持开示照料，愿一众生信解佛教入实的功德。咱们要讲这入实啊，把它讲到你心里去啊。什么最实呢？心，心啊，说这个心。不是现前的妄念啊，不是妄想心，不是六识，只是那个大方广的那大，本体，本体，这叫实，叫实相。你信解之后了，一定有行，信解行正，行了就能正德，正德就是入实。这就具足佛功德了，是吧？让一切众生信解佛的功德，因为这个地方讲个佛教，说佛教，大家经知道我们是佛教徒，佛教徒，佛教不清楚，那怎么成佛教徒啊？佛是觉悟的觉，教是佛所开示的，佛是觉悟者，他所教授我们的都是觉悟的方法，都是觉悟的方法。你依照这个觉悟的方法去行，行，行就是得到佛的功德，那究竟证得了呢？那就成佛了。这样子，所以用这样的恭敬心供养过佛，咱们是泛泛的，咱们供佛也好，礼拜也好，读经也好，学法也好，不入实之，就是不入实。那你听到佛教，应该入实之，入实解，入实修行。把那个不入实的把它舍掉，悉舍所有恭敬供养，得到的入实的恭敬供养，这一段话让你深入大乘入佛的理智，就是你给个声闻独觉四个二乘车的时候，要用这个大乘的方式回向，使给那个二乘人生活缘觉车回向，让他们都能成就第一清净的智慧神通，让他们都成佛。那意思就含着，不是给他车回向，让他们回小向大，成就菩萨道。这样的精进修行，怀一切自力无所谓，佛的实力是无所谓，都能得到。
在解释当中啊，有些外道就是六种，因为这个嘛，咱们现在不解释它了，因为这个现在没有。这佛在世的时候就是六种外道，现在这些外道在咱们这个现实没有。比如说我到印度去，他有一条街信奉牛，他把牛当神当圣教，说那条一条街呀，不准捧牛，不准打牛，那个牛啊和养的都上千斤的肥呀，那牛在街上走，汽车不敢，那个碟儿怕惊动了牛，那牛在街上大摇大摆的到哪一个铺子里都跟着，有些人见着牛磕头，给他挂些个璎珞，为什么呢？他这个创教的主师，创这个外教的主师，他在定中啊，看见牛死了升天了，他就说这个牛啊死了能升天，功德很大。他没看见他的前三世，没看他前生多生，就看他当时。因此嘛，有信奉牛教，为世间火，是活婆罗门，这个呢大家知道就是了啊，因为这很多，这在咱们国内没有。那么学佛法学的成了外道，学佛法怎么成外道呢？对佛法他不能心灵体会，执着生烦恼，这是佛法的外道。佛法是灭烦恼的，他不得入理，不入理。有没有讲这心法呀？他不学的，不但不学，他要谤毁。所以在《四度论》上，《大智论》中说，要不得般若意，没得到般若智慧。没得到般若的道理，都要堕落。必须有智慧，理解般若业。同时呢，在《楞伽经》，《楞伽经》是大慧菩萨为发主的。楞伽经大慧菩萨说，什么叫外道讷见？什么叫外道？他不知道现前的境界，现前一些境界啊，都是你的心分别现，是吧？现前所有境界，就是你这个分别心的分别的它现前，叫分别现前的。所以咱们现在华经所讲的。这是第一义，甚深的般若义。他在这上头不能理解，或者是见有啊，或者见无啊，都是错误的。说般若义是有，错误的；说般若义是无，还是错误的。般若所显的是中道义，非有无之见。那是无相无作，凡是有见的所起的，不能见境界相，是唯心所现，都叫外道。要见一切相，执一切想，执一切法，是唯心识所变，都是我们众生心所变化的，是吧？单有言说，独无实义啊！就这个含义，这个含义，这一切法，因为我们照做才有，没有照做没有，要知道一切法就是照做义，这一切法本来就没有，缘起义，缘因缘生起的，没有实体的，这才是涅槃。
大慧菩萨讲的是无解脱，解脱是对着不解脱生命说的，因为什么呢？我诸法无我，本来就没有我，还有什么解脱不解脱难离不上的？说解脱那是声闻法，乃至于外道总现。如果我们在一切法生出离，勤修习，大乘法呢，合此二乘。说二乘人呢，跟外道相似，不是说二道是，不是说二乘人是外道啊。说他在楞伽经上说，合二乘，合此二乘，让二乘回小相大。这是多方便显实性，微显实际，显心法的，显大方广的意思。这个道理懂得了，懂得了之后，咱们所修行的，说了生死，在一说了生死的时候，生死本来就没有的，还有什么了啊？但是在你修学的过程当中，用这个来启示一下，不让你去执着，你不执着就叫解脱了。因为一切法都不是见闻觉知，见闻觉知，这些个去分别去思维，龙与落与邪词，这是不正确的。愿意关心，不但观身无我，法也无我，要知道无我业，知道无我业，心里头不去起意念，不许执着，就像我们说的，要见诸法非法，见一切法不是一切非法，你这样才能见如来。你要须菩提请佛，怎么样住心，怎样降伏其心，那是须菩提他是回小向大了，他问这个才知道。那请示心法，说我这心呐，住不住，怎么他住，怎么降伏这个心，那就是叫见住相非相，见着住相非相，即见如来啊。这无哪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达到心无所住，心无所住，住在什么上呢？住在无相上，住在无心，成就无心，这无心道人。这段经的意思啊，就是四个二乘人的车时候，给二乘回向的时候，师车就带着给他回向，回向让他们呢不要执着小乘，不要执着你现在所得的，现在所得的不是真实的，这方便道，以此方便，舍方便趋向真实，这就究竟了。佛子，菩萨摩诃萨以众宝车施住福田，是不是？前头施了很多的车了，施车的本身就是田，田就是土地，这个土地啊是种福德的，施车入田，这个施车的。这个所做的这个事情是种福的，叫福田。乃至于贫穷孤独时，不只是宝车，
对那个贫穷孤独，孤独什么六亲都没有，就是孤独一个人，只有独啊，无依无靠，贫穷孤独的，随其所修，随其所求，他所要想得到的都给他施舍，不是寡食饱吃。假使说啊，咱们用咱们世间相想，我供养你一部轿车，无论宝马的好啊，什么的好，别还有随便谁轿车，你给这个贫穷孤陋人给这个轿车，给这个汽车，他养得起吗？这车的保养，你要想发动汽车得有汽油啊，现在汽油涨价涨得很贵啊。贫穷孤陋者，你就给他能吃饱饭住暖了，有衣服穿，衣食住行能得到就好了。所以那菩萨他布施时候他得看对象啊，也得看情况啊。不要，咱们这一段讲的都是施车呀，布施车，这个车的功德很大。现在贫穷孤陋的，他求的不是车，随他所求，一切喜舍都要供给他们，使他受施者，使他心里欢喜。他心里要欢喜，你布施的还是有目的的，还让他相信佛法，这叫先以欲购钱，后令入佛道啊！你给他东西是拿五欲境界给他，但是奢侈的让他入佛道啊！我们三宝弟子施舍的时候，是让一切众生都能入佛道啊，那才真正施舍呀，施舍给他佛法，让他真正能了生死，永远解决问题。等肚子饿了，你给他一顿十顿八顿，那以后怎么办呢？那个这个施舍，佛菩萨他施舍救济众生，他是目的上的了生死正涅槃的，要都达到成佛。当他是你给他东西，他心里生欢喜了，高兴了，这你给他说什么他都信呢。信了而后让他去求啊，信了无厌倦，对佛法无厌倦。菩萨在施舍的时候心里生大欢喜，没有厌倦，求的越多，菩萨在施舍时候他越生大欢喜，他心无厌倦。这是施者说的啊，影响别人智慧赞言，我言王就供养供给啊，供布施的时候还向他表示忏悔，说对不起啊，你给他东西还什么对不起他呀，啊，说我应当到你的住所呀去供养你去，还让你来，还你操劳，让你呀远来疲顿，你走很远的路到我这儿来，来要件东西，我应当到你那儿去给你布施。现在的施舍人有这样子的吗？没达到这样子，还不到菩萨的位。不但给他说远言，完了还向他跪拜。现在受施者向施者跪拜，经上可说的是你向那个受施者跪拜，翻过来了。这个含义呀，这是大菩萨境界。咱们给谁东西，咱也不向他跪拜啊。
咱们是学过佛教的，以佛教导说对那个受持者不能轻视心，应当对他恭恭敬敬的，把他当佛看待，那你那个死者的功德呀就大了。大家念地藏经的时候，地藏菩萨在那个第十品，地藏经第十品，他问这个布施功德，说为什么有死者的三生功德就没有了，有的死者的大那一直周转周转，越干什么越大，为什么呢？佛跟他说较量功德的时候，就是这个意思啊，不说跪拜吧，有恭敬心，像国王发心布施给一些人时候，对那个受持者恭恭敬敬，以国王的身份对一个讨口子对乞丐完了亲自给他恭恭敬敬给他，这个功德很大，那享受无量生。如果轻心慢心，这功德很小了，三生。大家懂得，如果我们出家人说耐布施啊，是一个看着那个要饭的贫穷的贫穷孤陋的人，给他时候和尊重他，尊重不是他现实的身体，尊重他那个法性，同意提供，那心的用心不同啊，事情都变了。就是咱们现在礼佛拜佛诵经，这都是行修圣道啊，但是你用心不同啊，所以道简直成不了啊。你没有能够以那个般若智慧心来去行道，以般若智慧心来去回向，你也在拜也在念也在闻法也在修行，所有的功德不大的。为啥呢？用心不同。所以在文殊师利菩萨在那个净行品告诉我们，你要想成佛呀，所有的行为都变成清净恨啊，你善用其心，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做的事情一样的，用心不一样。假如有出世心、成佛的心、行菩萨道的心，真正发了菩提心了，行菩提道的时候，那就得善用其心呢，算惯想力，惯想力。但以拜怪为心取具，凡有所需，一切所也。不但给他这件东西，他来求什么，给他什么。给完了，他问他说：“你还要什么？你还有什么困难呢？”把他困难都解决了，大菩萨。现在我们凡夫，现在我们是凡夫，想行菩萨道，想啊，还没去做。做的时候，像我所说的，像这经上这段文所说的，你来布施他，你向他不够跪拜，他不会接受的。他认为你是疯子，相信不？但是咱们出家人，大家知道打斋吧？打斋必须得拜，就拜坐，或者代替的拜，应当拜，要跪拜，那是重力呀、啊，不是单对一呀、啊，是有无量众啊，那是对菩萨呀、啊。斋堂呢，现在是未来佛、弥勒佛，那和尚座位是供的都是弥勒佛，就这个含义呀、啊，他礼拜礼拜的佛呀，你要他礼拜一个人，
不是他给人家东西啊，人家给他东西让他去拜他也不干呢，宁可不要，他又多丢人呢，那多丢人呢，给人磕头完了还跟人要东西，这丢人啊。我们这给人家东西还要给他跪拜，咱不是说是你去有这个事实，连这个思想你都还想不通啊。懂得这个含义了，才知道菩萨道难行啊。有的时候你给他了，他有那个烦恼重的，他给你丢了，那看不起你的东西。凡有所需，一切施予，他需要什么，就供养给他什么。毁时，四比摩尼宝车，阎浮提第一女宝从时即上，毁佛寺曰：金庄严车，人间女宝从佛即上。毁佛寺曰：妙琉璃车，内供妓女从佛即上，毁寺种种奇妙宝车，童女充满。入天才女，毁寺无数宝庄严车，宝女满庄，游民遍会。毁寺所称妙旃檀车，毁寺里施予玻璃宝车，悉载宝女，从佛其上，颜容端正，色相无别，悬浮庄严，见者欢悦。毁佛寺曰：玛瑙宝车，灌顶王子身在其上。毁佛寺曰：坚固香车，所有的男女悉在其中。毁佛寺曰：宝庄严车，再以难舍亲眷，难舍亲善眷属。佛子菩萨摩诃萨已入室当无量宝车，随其所求，恭敬施予，皆令随愿，满足欢喜，以此善根入室回向。这个不但是车，车上还有宝女，全说女，每车都装的都是宝女，什么含义啊？对，女者是慈悲的意思啊，表菩萨施予出世，而且受施者对象绝没有厌恶心，懂得这个含义了。说菩萨摩诃萨大菩萨的，你这些个吃奢，还有这些宝女乃至车上所充实的物资都很多，随他所求，恭恭敬敬的供养。一切众生要乘着菩萨所施的车呀，无障碍的广大的，达到什么目的，施者受施者都能够在菩提树下修成佛道。一菩提树，以不可思议的菩提树下成道，上头这些子女呢，含义呢，就是菩萨是以大慈大悲供养这些众生的，是给众生这些宝车，车上还装载的很多物资，这是在经上这样说。受施者，大家想想，受施者者能受死者，是什么样的？菩萨入世死语，你管死给他车，还得给他回向，回向就发愿了，还有回向愿，那愿一切众生成得不退转、无障碍、广大之乘。车是运载着，车程运载你意思，
运带你到什么地方去？要大乘，大乘，嗯，让你记住慈悲喜舍，嗯，四无量心，死者的心无量，受持者的也得达到心无量，能思所思都能够在菩提树下成道，达到就是意，意就是达到的意思，意不可思议的菩提树下去成道。这个车程不是不要打四间相去看，应该看的究竟实相啊，一切众生啊称的清净因，大法自成。大法自成呢，就是菩萨究竟了一法，就是现在这一段《华严经》所说的十回向法。所以，愿一切众生成这个清净的因，心地智慧。把你运载到菩提果位，清净因大法自成。大法是指心法的，心法的智慧，运你到永不退转的佛果。今晚来即修菩萨行，永不退转。愿心所成，成一切法无所有成，一切法无有啊。成也无所成，无所有成，嗯，一切法空，趁着一切法空意，一法本来没有嘛，那还有什么分别执着呀？永离分别执着，常修习一切自道，佛的菩提道，成就佛国。愿一切众生无惭空正知之成，往住佛刹自在无奈。愿一切众生随顺难住一切自成，以助佛法共享娱乐。愿一切众生皆胜菩萨清净行成，清净行，清净没有成了，清净还有行啊，清净行成形容的，具足菩萨十处理道及三昧难，嗯，这十处理道啊，就咱们讲的三处理道，开阔的什么十处是圆满意思，就是咱们现在讲的十回向，十回向，嗯，就是十处理道啊，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禅定、智慧，嗯。实力、方便、愿力，嗯，就是慧、方、愿、力、智，倒过来说，四界引进禅，或者四界引进禅，慧、方、愿、力、智，十度，或者说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嗯，这都叫究竟处理道，嗯，以十度。渡到你到沙婆罗海，能得到三昧的快乐，总持一切法，具足无量业。梦参老和尚，1915年7月13日，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1931年，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一生学通显密，教通八宗，畅讲华严，力弘地藏。虽蒙雷泄之灾，33载，弘法心志未曾稍歇。于2017年11月27日，在大陆五台山安详示寂，享寿103岁。感恩梦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少荣佛种，缅怀风范。祈愿老和尚早日趁愿再来，慈悯度众，利乐有情。
认识中华国际失实协会。有鉴于现今各种天灾人祸层出不穷，众生身心受着许多内外的压力与伤害，为此慈悲置业成立中华国际失实协会，推广大乘佛教上供下施之慈悲法门，体认世尊施设此法之慈悲本怀。如此不仅能分担如来家业，布施者亦得福，实为名扬两利之善行。修施食与烟供法是增加福报的最快方法，不仅布施六道众生，可以增长布施者福禄寿财，生生世世福寿长，善根具足。也因为布施鬼道众生与众生结善缘，则能免除一切有形无形障碍，能对我们世间的生活需求事业有所注意。国际万场烟供自2014年4月11日起至2010年4月23日中午止，海内外共30万3025场。布施蚂蚁小鱼自2005年5月21日起至2010年4月23日止，海内外共12311次。护法诵经日，药王药上殊胜功德日，慈悲置业高雄中山书坊举办传授八关斋戒暨礼拜三昧水忏，护生慈悲施食，恭请湛山法师主法。日期9月24日星期六，时间上午9点，地点高雄中山书坊，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洽询电话0722123232，0722123233。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高雄中山书坊法会直播，请搜寻脸书高雄中山书坊。华严专宗学院研究所暨推广部招生中，凡有兴趣学习华严的正信者，欢迎报名。报名申请入学资格：一、大学部正修生，高中以上；二、研究所正修生，大专含同等学历，或佛学院高级部毕业者，台籍、外籍学生及大陆法师兼收。现女众50岁以下，正信佛教徒。报名方式：上网下载报名表，请务必注明姓名、地址、电话，并以 Word 及 PDF 档案格式寄至 email 信箱，或电洽教务处02-2341-4760，02-2341-4760，推广部02-2321-3319，02-2321-3319，地址台北市中正区暨南路2段44号。飞升国际的佛教大德、宗教领袖，全球多地净宗学会导师，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净空之友社永久荣誉主席，上净下空老和尚，原籍土比大典，定于2022年9月3日上午7时于台南极乐寺举行。在21响的叩钟声中，净宗一代尊宿上净下空老和尚原籍土比大典正式开始。恩师上人，和蔼可亲，慈悲接引大众，对弟子平等关爱，令我等如沐春风。一次次语重心长的叮嘱，让吾等拓开心量，坚定大愿，一声声勤劝复讲的期许，令弟子
用于荷丹如来迦叶。一幕幕悲悯关切的眼神，牵动弟子众等为法珍重，长养善根之愿。一番番老实念佛的警醒，更让我们看破放下，积聚净土资粮。恩师上人，发无我心，舍己从人，不争人我是非。师父，您老人家发大悲心，全年精进不懈讲经，年逾九旬，奔波世界各地，只为促进世界和平，饶益众生。弟子众等，谨记恩师两句心得与二十字纲领，静心信受，时时奉行，心不颠倒，勇猛精进。图笔大典除有法卷及净宗弟子追思缅怀，台南市长洪伟泽先生也亲临极乐寺拈香致意，并为老和尚颁发卓越市民奖，以表彰老和尚一生利济众生的无私贡献。特颁旨状，以方得风，果正无声。庄严的土笔大典，既有来自海内外的僧俗弟子及护法等3000余人参加。典礼全程网络直播，让受于疫情阻隔无法亲临现场的全球净宗同修与各界友人亦能同步参与。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特别自赠捧花，祝愿净空老法师圆寂生息，诚愿再来娑婆度众生。法卷记忆在各机关首长致辞典礼结束后起刊图笔，香花灯果幡引领队伍两序排班，来自世界各地的佛弟子们不畏风雨，双手合十，双膝着地，口中跟随着老和尚一句句的阿弥陀佛圣号诵念恭候。纵有万般不舍，仍以至诚的恭敬心送别老法师。恭送礼车缓缓抵达白河大仙寺，土笔法仪僧徒遵守百丈清规体力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四大神咒，四大明咒，四无上咒，四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生死不虚。恭维极乐堂上净空长老经言教理转法轮益全球，悲智爽印广弘净宗，以还于十方此数尊为净度一宗一代宗师。老和尚圆寂送会于中国佛教会精心策划下，老和尚的圆寂土笔法会可谓是一场庄严殊胜的法言。中国佛教会理事长净耀大和尚于筹备会中也一再表示，净空老和尚的色身虽隐没世间，但老和尚慈悲救世的精神与智慧化的理念将伴随着浩如烟海的讲经引音，深深滋润一切众生的法身慧命。赞颂委员会更祝颂老和尚随机施教，功成身退归净土，顺缘世集，心境登船要人间。
原籍图比大典结束后，将预定9月29日在林口体育馆举行赞颂大典，敬邀十方信众前往参加。阿弥陀佛。生命电视台南采访报道。在华人地区比较不会有这种困扰，对素食者的界定很清楚。可是在国外的素食运动，为了接引食肉众生，对其他形式的吃素也挂上 vegetarian 名词，这是一种方便。一般偶尔吃素可分为三类：一、半素食。半素食是一种术语，源自地中海半素食的饮食文化，这个词没有确切的定义，通常是指以蔬果为主的饮食，但同时吃肉或偶尔为之。半素食的饮食主要包括谷物、面食、蔬果、乳酪、橄榄油、少量的鱼或鸡肉，但避免红肉，以减少心脏疾病。在美国只有红肉不吃，其他食物都可以吃。二、部分素食，这是偶尔素食的主要类型。例如在欧美有些国家或其他地方，每周会推行无肉日一天。在台湾民间盛行早餐吃素，午餐及晚餐则可以吃荤。也有的人只有在农历初一及十五的早餐吃素。这类吃素动机常是因为想改变清淡口味，或是由于健康、减肥或美容等因素。偶尔素食不是真正的素食，因为没有改变吃肉的习惯。就像在台湾，佛道未分的信众常常有吃斋的习惯，但不是素食者。三、弹性素食，不可讳言的，想要那些长期习惯食肉的人一下子就改成素食者，确实不容易。这也是许多人会采行弹性素食而不是全素饮食的原因之一。然而这些人会体会到素食的利益，并逐渐习惯无肉饮食之后，相信假以时日，他们也会成为素食者。接下来请收看玄奘之路。